我和我老公呢，就是虽说我们是二婚，但是我感觉我们心里边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彼此嘛，彼此都挺交心的。如果我觉得我老公跟我耍心眼儿，不跟我交心，我觉得我也不会每天这么嘻嘻哈哈的，就是也是毫无保留的，什么都跟他说，什么都问呐、啊、什么的。嗯，就因为我觉得我老公也是没有坏心眼儿，所以我也觉得我也不用坏心眼儿，不管个什么，不管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对不对？有活儿我们一起干，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量，有钱一起花，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说是，哎呀，我挣的钱我自己存起来，我自己花，怎么怎么的？哎呀，我觉得我也不是那样的人，或者是说我现在哪怕就是说，我现在我挣的钱我自己存起来，等留着将来家里需要什么东西的话，也买。我也掏出点钱买不行吗？或者说我就不买不行吗？我只要我老公愿意就行了，对不对？我老公能同意就行了。我挣的这些钱我想怎么支配，我跟我老公商量，或者是说我老公他也不去介意，只要我老公不介意，我这个钱我就不给家里边贴补生活费，我就攒起来，我就专门给我儿子攒起来，我老公愿意就行了，对不对？就哪怕他不愿意再说吧，对不对？那是我们两个的事情。哎呀，你好像我们两个的事情我们还没做到，还没做，还没到那一步，你就已经把我们的结果给想到了，已经把我们以后，就好比说我这个钱直接就说我挣的钱不会拿出来贴补生活费给我儿子攒着怎么怎么的，那么我自己挣的钱我还没想到怎么支配，你就帮我想到怎么支配了呢？哎，我并不是说哎呀那个什么又不好的说不好怎么怎么的，不是说，就是说有一些建议嘛，我知道大家都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对我好的，但有一些人你说的话就太偏激了，说了太我反正我不理解的我接受不了。今天也是在那个评论里边好一段的评论，可能最后评论完了吧，那个人也删除了，好像评论了好几十条，我就是这么样，对他说我犟，就是这样似的。你说了不好听，我为什么要听？我为什么要接受？我就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吗？你说的不好听，我就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吗？对不对？我也是有想法的。他又说了，咱们的生活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就是你说的这个意见呢，它不一定适合我的生活，对不对？咱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生活的家庭不一样，咱的性格也不一样，老公也不一样，你说的这个东西它不一定都是适合我的，但是你说出来，你说的稍微柔和一点哈，你不要太偏激了，我也不是傻子，你说的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听，对不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有可能也说我虚伪吧，我就爱听好听的话，不爱听那种不好听的话。对，虚伪吧就虚伪点吧，我就是这样说。我也是看的有一些，哎呀，说我闺女可爱的嘛，我听了心里边也好受，对不对？你说我什么说我自私自利，说我挣钱走火入魔，说我不替老公着想，说我没替老公着想，说我那意思不体贴老公，那我哪么不体贴老公了？洗衣服、做饭、做家务、看孩子，我老公上班，确实我老公也有，咱不能说我老公也有缺点，只不过是他的优点大于缺点。所以呢，他下班回家，他能帮着我。看会儿孩子，然后刷个碗啦什么的，我工作忙的时候他也刷刷碗什么东西，哎，我就觉得挺感激他的，挺好的，这样事就是因为他这一点嘛，所以我才跟他交心，我才不跟他去隔阂。先生这样妈妈的花漂漂亮，看我的花开了这么多了啊，哎呀，开始写啊，漂亮吧，漂不漂亮？等再去买一盆哈，好吃啊，黑椒酱，哦，黑椒酱，哎，黑椒酱，哦，嗨，黑椒酱，哎，我最近可能花粉症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今年好像晚点，往常应该都是11月底，就开始花粉症。鼻子痒，流鼻涕，眼睛痒，打喷嚏，哎，你看我这鼻子，这我脱了通红了，流鼻涕，流眼泪，打喷嚏，花粉症，就是有一种叫什么，
叫杉树是什么头，它那个花粉在空气里边那个什么，每年受不了的时候都得去拿药，拿点药吃，弄点那个喷鼻子的那个药哈。好像这里的人吧都爱得那个花粉症，不管大人小孩，不知道咱国内有没有这个花粉症哈。这里是每年都有，还是谢谢广大粉丝的支持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我支持我的哈，喜欢我们一家支持我们一家的哈，只有极个别的那样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哈，谢谢大家，来丫脚，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丫脚，谢谢谢谢，你说谢谢来，你谢谢丫脚。要这样，你说谢谢，哪去了哪去了，在这里嗨，你说谢谢谢谢，来给大家，你说谢谢，来你说谢谢，现在叫你说谢谢，又得上椅子，又得上椅子，你看看这一天到晚上个椅子可溜倒了，蹭上就上去了，谢谢。这想干个啥，到时你看你得要啥，你得要啥，好，开灯。哎呀，哎呀，开灯了。好，关灯，关灯。关灯，关灯。哎呀，关上了。哎呀，关灯了。好，下来吧。现在会开灯，会关灯了哈。又开灯了。好，把灯关死吧，下来。啊，好，行，下来吧哈，下来，来，下来，下来，来。我今天有点那个花粉症了哈，我寻思喝点大麦青汁吧哈，来，我喝，他也喝。还喝的直吧嗒的，哎，这小闺女，纳豆也吃，这大麦青汁也喝哈，哎呀，我叫你笑死了，来，好好嘛喝，好喝呀，啊，你别动，热热，你别动，哎，好好的，别傻出来，你笑死了，啊，擦擦啊。你还喝不喝？你不喝妈妈喝了哈。来，别咋了，你喝不喝了？不喝了，来，不喝了，喝够了啊？喝够了，不喝了，妈妈喝，喝完上睡觉。哎，羊妈过去上。羊妈过去上，辛苦了。哎，老公辛苦了。爸爸回来喽。好好，不打了，走去找爸爸吧，好吧，走，找爸爸。嗨，丫丫，嗨，哎，爸爸回来了，哎，那个，哭啥哭哪样？是弄呼哭？你咋了？咋弄回来？咋个？是弄手皮里过哟。手？啊，对，你看看你弄的。谁弄出来了？他弄现在呀，送的了呢。啊，伊拉讲，奶奶么打死，奶奶么死在路上。哎呀！
どうする？うちのひなちゃん、女じゃなくてね、男みたいよね。